台湾 YouTuber 九 Man 日前卷入吸毒争议，随后他拍摄影片公开道歉，坦言自己的确做了不对的事情，愿意承受大家的批评。他道歉影片公开后，获得不少网红以及 YouTuber 好友转发力挺，然而此举却遭到网友们挞伐，认为他们是在支持非法行为，甚至掀起了一波退订潮。对此有网友好奇，九 Man 这次出事 YouTube 圈的反应普遍都比较正面。然而不久前，同为 YouTuber 蔡阿嘎因批评日本连锁店难吃，惨遭延上，却没有人站出来声援，不免好奇之间差异与原因。贴文随即引发热烈讨论，有网友认为九 Man 吸毒只伤害自己，而蔡阿嘎批评日本则影响到外国人对于台湾人的看法。其中获得最多赞数的回应则是一名网友直言，因为在台湾人眼里骂日本比吸毒更严重，甚至形容大阪是台湾网友的卖家，东京则是他们的耶路撒冷，因此呼吁大众未来要慎重处理日本议题。Bye.